December. Victory Street. 怎么可能？我都没找到他哎，他死了吗？并没有。洛基嘞？可洛基怎么不见了？你能看见我？本来这一局是想随便玩的，但是看到双方的选角，我会觉得我要出的稳一点。他看到我在这里，可是我却没有模仿大师的方位啊。哎，我就知道。Assemble. Nope. 没办法。Retreat. 这边就直接二级了，是要打什么鬼啊？ And fight back.我其实制裁都有压哎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压输了，延迟还是怎么样的？啊，往左。对面的配置也很有趣，因为对面没出射手。他一直想要进攻我的野区哦，双方打野基本上将野区当一个开战点了。Retreat. 那就看谁入侵的比较多了。Retreat. 干嘛？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么强悍哦！想使用代储，但又怕找不到良心店家吗？这边推荐一个我使用多年的职业代储，官方代小老鼠 ZYGAME， 最公道价格，倍数老板包赔，只要备注是水饺牌来的，就可以享有甜甜价格哦。国服模仿蛮强势的，哎，对到我就不见得强势喽。你们看那个野区交战，他都被我压着打，他只是一开始反野，哎，有赚到一点。别担心，我来帮忙了。干，直接吃哎！没人管。怎么可能没人管？
哦，这就很离谱，这个完全没人管哎、欸。这一波亏烂，我被拿了一个 shutdown。哦，英雄所见略同。不是你往这边走干嘛啦？这太低级了吧！白痴都知道这里有人啊！哎。Retreat， 演技也太差了吧！这个大招都是怎样？你十年前就集好嘞、！Surprise motherfucker！ 嘿嘿 ，boy， 没想到是我被蹲到了。Retreat。想不到吧？这边怎么可能会有人？哎、欸，那个真的是十年前就把大刀集好了，知道怎么玩。罗南都不带着大招进来，我们永远都少一招呢。我为什么会撞死洛基啦？到底干他屁事？我真的会笑死，又关洛基什么事？怎么可能？我都没找到他哎、欸，他死了吗？并没有。洛基嘞，可洛基怎么不见了？有没有人看到？我已经划了他有可能走的路线嘞，他怎么都没有？我找不到他哎，该怎么会这样？反倒是意外撞死他还有，真的要找到还找不到哎。变鬼抓人啊，真的是变鬼抓人、啊、他是不是在聊天啊？哦，终于来了一波了吗？GG！ 哎呦，那怎么在空中飞起来了？
吓我一跳。啊！又要用这只水一骑吗？哎、欸，跟这个罗南怎么那么高分？他不是他的大招都是十年前先集好的，还有 14.5 分这么高哦，那真的很离谱哎！我是觉得他刚应该在打字啊，看上去不是网络不好，他纯粹应该是在吵架了。英雄内战，哎、欸，我装备完全出错哎、欸，对面几乎都法攻，对面有三个法攻啊，我还上这么多物防是怎样？我反而完全没有法防哎、欸，真的是完全的出错装了，就觉得很奇怪啊，装备都出这样子还这么痛，那没有道理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对啦，这个罗南有血清啊。好血清不出吗？出吧。